我要挖土机一个。我就要挖土机，我就要挖土机吗？那我要挖土机。你叫啥？我要挖土机，我就要挖土机嘛。家里面哪里有钱给你买那个挖土机吧？就要挖土机。赶紧去拿那个鸡蛋，我们到集市上去改去了，一会就用不起来了。喂！赶紧了，因为赶不动车了。我操！不行。卖土鸡蛋嘞！新鲜的土鸡蛋嘞！卖土鸡蛋嘞！新鲜的土鸡蛋。我要去厕所。你要去厕所？厕所在那边，你去了马上就回来啊！好，开始。卖土鸡蛋嘞！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啊，要25。我可以拿去玩一下。可以。来玩一会儿吧。卖土鸡蛋嘞！哥，行，来，我要这个。你去拿了这个。啊。在那边拿着。哎呀，哎，等等，我，等，赶紧，在哪？啊，这里是吧？啊，老总，老板，刚才我老弟把你的东西拿走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哦，这个没事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，对吧？你看这。多少钱？没事，就给他玩吧，他挺可爱的。这把我那个土家里面那个土鸡蛋，我拿几个给你收藏啊。哦，不用了，挺可爱的那个蚂蚁。拿走啊！过来。好，谢谢老板。不用谢，拿去。